Thank you.
Thank you.
隐藏起来。那我们透过这个 Open 集团是想要把这个东西可以更清楚的去揭露。那过去我们其实很少能够去谈这个集团它应该负什么责任，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不容易清楚的去看到整个集团跟企业的这个图像。那有没有人在做这些相关把责任放到集团上？其实是有的，像之前鼎鑫这个黑心油的事件，其实很多乡民他会把这鼎鑫集团它到底有哪一些相关的企业啊，就把它找出来，然后大家一起抵制。所以有没有人现在还在抵制台湾之星呢？可能还是有哈。那有没有人现在还不喝那个瑞穗林凤明姐买的？可能还是有哈。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有效的，只是过去没有办法比较完整来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没有一个比较清楚、比较完整的这种集团企业的关系。那我们今天就是建构了非常非常多的这整个集团企业的关系。那让未来这些资料呢，可以跟各个领域，不管是环境领域、劳工领域、自然领域等等的这些我们的这种 Open 集团的这资料，可以跟各个领域都可以去做结合，可以应用，才能够让这一个 Open 集团的这个集团关系图可以产生它的意义。那像我们就请我们另外一位伙伴，然后来谈一下我们这个集团的东西是怎么做的。大家好，那就是我们一开始在做这个 Open 集团的时候，我们就是想要这个成果就是最后都可以被所有人来使用。那所以虽然现在市面上其实已经有就是还蛮有公信力的公司在提供这个企业资料，像是包含征信所或是那个台湾经济日报，像TJ 在我们专案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也有主动跟我们联络，想看他们的资料可以提供给我们什么帮助。那不过后来我们还是希望说我们所有的资料来源都是可以在事后可以全部公开的，所以我们后来选择的是公开资讯观测站上面的公司财报来当作我们的资料来源。那这样做的成果是因为就是集团资料其实它的本质上是一个中性的，它唯有跟其他的开放资料做结合，那才有它的意义。我们的做法就是我们去公开资讯观测站，然后去下载它所有的财报跟总监室资料。那它本身是一个 XBRM 的格式，那我们会把我们感兴趣的栏位还有表格给找出来，然后把它整理成统一的格式。那不过在财报上面它其实只有公司名称，所以我们还需要再把公司名称的统一编号给找出来。那这样子就是各公司的财报他们才有一个相同的key可以来做整并。那把所有就是整理成统一格式以后，那你就可以把所有的公司的财报摆在一起来看。那我们的集团认定的方式就是，如果A 公司的名字，也应该说 A 公司的有出现在 B 公司的被投资名单里面，那我们就会认定 A 公司跟 B 公司是属于同一个集团。那总监室资料也是一样，就是如果 A 公司的总监室的法人代表有出现在 B 公司的总监室名单里面，我们也会把它认定是同一个集团。那最后是我们还会再人工的去比对，就是公司的股东关系，来确定集团里面的公司名单。那我们总共整理了从2013年到2016年4年的财报跟总监室资料，总共10000多份。那里面包含了3000多家公司。那我们经过我们的整理，总共有1487个集团。那我们还有跟绿盟的透明足迹来做整合，在透明足迹采访资料。那目前我们把我们的成果展现在透明足迹的网站上面。所以现在透明足迹呢，它以前就是现在有一个一集团查询的 paper。那在这个里面呢，集团列表它是依照财阀记录的多寡来做排序。那在左边呢，你可以输入公司的名称，然后统一编号或是股票代号，那你就可以找出包含这间公司的集团列表。那从集团列表点进去呢，我们分四个部分呈现。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会有集团的一个概况，就包括说这个集团里面有几家公司。那现在这个里面有一个下载的 link， 我们现在把这个集团的我们整理出来的 data 全部放在 GitHub 上面。那所以透过这个下载的 link， 就可以去 GitHub 把集团的 data 给下载下来。那第二个我们把这个集团关系用视觉化的方式来呈现，是帮助大家比较好去想象说集团内的公司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子。
那下面两个部分就是以子公司的方式来呈现就是集团内的关系，然后还有呢就是集团内里面的财阀记录关系。已经开始被洗牌了，所以我等一下很快的去讲一下我们的成果的。讲完了就是，好，那我就讲20分钟。这个我在讲我们大概 Open 集团应用的三个案例哈。这第一个呢，这个是我们在整个集团 Open 集团还没有开始做完之前呢，我们有一个成员变工配，他就拿了这个资料。那当时有这个立委公嘉宾，他提案这种虹膜啊。收集虹膜的这个争议啊、哦，那当时他就看到，像中兴保全，他也是这个生物辨识科技很重要的一家公司，他看到他底下呢的这中兴保全集团里面的博讯科技，他有做政治献金给钟嘉宾，那也有给刘世芳，好、哦，那在另外一个生物辨识公司是这个大连大，他大连大本身也没有做政治献金，但是他底下的其他家他也有正式献金给吴秉睿，那吴秉睿也有来支持这个提案。那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如果没有 Open 集团的话，就单就这个生物辨识公司本身，大家可能不会看到他要进正式献金。可是把集团放进来看，就会发现，哦，原来集团他可以用其他不那么知名的公司来进行正式献金，有可能会有政策影响。但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这些政策影响都通常也不是只有。这个政治献金本身呢，当然会有更多更多复杂的事情，只是在透过这个里面，我们可以至少是揭露了这种集团，它可以透过底下的某一些公司来进行政治献金的这个事情这样子。那这另外一个案例哈、哦，就是前段时间我们就是把这个卫生纸炸弯之后呢，我们把卫生纸的几个大厂它的污染记录稍微做了一下整理，那其中我们发现，比如说盛隆啊，它是做这卫生纸。比较有名的就蒲公英的公司，哦，它的污染记录是非常非常的严重，那可能是在五家里面排行第一名。那当时呢，就有人说啊，其实永丰宇怎么看起来好像还好，可是呢，这个是我们只有单看单一公司的时候看到这样的结果，看起来就是这个阵容很严重，然后永丰宇还好。可是当我们把整个集团的环境表现放进来看，这时候我们就是汇入了透明足迹的整个环境财阀资料。然后看到整个集团的关系，会发现这个是已经按照那个排序嘛，所以我们会发现永丰余集团呢，它的整体的环境表现其实是更严重的。好、哦，就它的整个财报记录是到270几笔，那盛隆呢集团它大概170几笔，所以它就从集团的角度来看，可以看到永丰余集团它的财报记录是比盛隆还要多出100笔这样。好、哦，这个如果没有把集团的概念框架来看，其实是会有一点点不那么完整的看到这个整个环境表现的图像。那进一步来看呢，哦、我们既然看到永丰余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笔，我们就进去再看一下这个永丰余集团里面到底是什么公司，它有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那这就是我们 Open 集团要讲第三个事情。我们发现永丰余底下有一家公司叫做中华纸浆。那中华纸浆在去年我们就抓最前面的三笔资料而已，就发现它有这个。排放浓度都非常非常的高，像第一个它是排放浓度周期的标准是4000，它排到13万，然后另外这一个是排放标准是50，它已经排到1000，就是那个浓度都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当时这些都已经被判定为是违规情节重大，罚到空污法的上限100万。那在日月光条款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当时日月光有很重大的这种污染事件，那之后呢就有修法，只要是违规情节重大的企业，它是不能拿政府的赎税优惠减免的。好，那如果在这个事情里面，我们看到中华纸浆，它的确是没有拿政府的赎税减免这个优惠。可是当我们把集团的概念放进来看的时候呢，永丰余集团它底下有一家元泰科技，它有去申请政府的赎税减免。我们在这边只能说它去申请，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办法去拿到财政部核可的这个资料，就是财政部它不愿意公开，我们只能看到的经济部他们去经济部申请，然后经济部他通过的，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案例里面没有违法，对，就是中华纸浆他没有违法，他的确是依法他没有去拿政府的赎税减免，可是在这整个事情里面，他同一个集团他可以拿政府的赎税减免，可是那个赎税减免大家可能不太知道是多少，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多少没有资料，但是就是月光的案例，他5年拿了将近30亿，所以30亿跟他这种财阀
几百万啊，甚至累积五年几千万这种金额来，是非常非常的不对等的。所以我们觉得这种事情的揭露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把集团概念放进来看，我们看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完整的故事，可以让这些资料都更有意义。那我们做这个Open 集团未来也就是希望说，我们现在是以环境作为优先来加值应用，让大家可以看到一些是可以这样子用的。那未来真的是很希望说，各个领域的人也都可以来使用我们的这个 Open 集团的东西，那资料都是开放的。那真的很谢谢大家，好，占用我最后时间，谢谢。看到几台居然往旁边走，就是 NGO 的厉害的地方。那个 NGO 的朋友都可以拿麦克风一直讲下去。其实我们绿盟算是那个奖助金，应该是第一个拿到这个奖助金的伙伴哦。那也可能是也是因为绿盟的这个行动，这一届也很多 NGO 的社团的朋友，像环资，还有荒野，还有什么，还有好几个那个团体都来提案哦。所以大家可能也都开始想说，怎么样用开放资料、公民科技来解决一些资讯落差，或是用创新方式解决问题的这个路径哦。那接下来，接下来这个专题呢，这个提案呢，还蛮有趣的。几年前美东就是纽约那边，第一次应该是在华盛顿这边有一群台湾学生，他们想要办黑客松，然后呢就来问台湾这边黑客就居民的社群说怎么办黑客松。我们就进行了一个蛮长的一个 hangout 之后，他们就募了一些钱，然后就在华盛顿把美东很多人还补助机票、补助 bus 钱，弄到华盛顿去办了一场黑客松。然后隔年就有人又跳坑办了在纽约的黑客松，所以这个专案是在纽约黑客松、美东黑客松这边被推坑，然后就调到这个国会观测站，他们想要做的就是美国版的立委投票指南。然后我们手上是不是有拿到那本手册？里面有很多辛酸泪，我念一下。这个团队有一个人他非常感动，他说他想要做这个事情很久了，他说他内心积淀已久的想法能够实现，真的很感动。然后现在都在痛哭流涕，大家看一下这个痛哭流涕的过程。我们是来自国外台湾观测站。那我们为什么想要做这个专案呢？其实当我们讲到台湾的一些国际关系或者外交挑战的时候，可能受到媒体的影响，我们常常把眼光是放在两岸的关系上。但其实美国的官方跟台湾的民间一直有着很高度的互动。那我们的成员多数的是在美国留学跟工作的台湾人。那美国国会它是关心着国内跟国外的政策的制定，所以我们想要知道说美国国会的他们的做决策的人，他们是如何理解跟看待台湾相关的议题，然后我们能够提供怎样更多不同的视角去服务台湾人，或者是在美国关心台湾事务的朋友，然后去了解美国国会跟台湾之间的互动的不同需求。那假设我们是这个在台湾的朋友，那以最近可能比较讨论外在的这个台湾旅行法为例的话，你可能去找很多比如说脸书上或者是其他社交媒体上相关的文章，也会看到很多的表演。那其中的是台湾跟外交朋友会发现美国跟外交法会怎样对台湾的朋友，你想要知道更多相关的资讯，那你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网站。那我们在网站的第首页地方，让你知道最近讨论比较多或是高薪讨论的这个的主导在这里。那你可以看到知道的这个就是刚刚提到的台湾旅行法。那我们就简报提交前的最后一次更新是3月5号交到那个川普总统手上，那很多其他组织都有发布。那其实，在几个小时前的早上，川普在他白宫5点下班前，他已经正式的签署，那同意这个台湾旅行法，所以最近这个法案已经是通过。那你可以再点击进去去看到更多这个法案的相关资料。它是由议员 Steve Schreiber 在第115届国会2017年1月13号所提出。那这边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有去制定一个类别。
这些类别是由我们超过30位的志工去整理了1000多个美国国会台湾相关的法案，然后制定了8大类别。那其中台湾旅行法它所属于的它有一个4个类别，那这4个类别分别就是台美关系，然后以及民主，然后以及国际参与跟台湾防御。那再往下你可以看到我们有做一个联署门的地图，那我们把有共同联署或者是提案人他们标示在这个地图上。那红色跟蓝色，蓝色就是属于民主党，红色的话就是属于共和党。那你可以找到这议员的名字，再透过这议员的名字去了解谁说有支持这个法案的这议员的更详细的资料。那你可能想要知道法案更多的一些进阶资讯，那我们这边有去整理一个 version， 那可以帮助你去快速的了解说法案从第一开始提出到它最后比如说签署通过中间会经过很多讨论的修改，那这边我们就提供它原始的资料去提供你一个查阅。那我们再往下其实有一个它有一个 action 的部分，那在 action 的部分我们有整理它每一次所更新的内容是什么，日期是什么。那如果你只是想快速的了解说这个法案它最近的一些重点的报道，我们也有相关的专文在最下面。那来到这边的话，你可能会想要知道说，台湾旅行法它属于国际参与，那国际参与还有哪些相关的法案？那这边就可以看到，一样是国际参与的类别的法案有哪些。那这边其实可以发现这个是在讨论说是否支持台湾成为观察人员，重新加入 WHO 组织的这个法案，那其实就可以回应到刚刚的留言说，美国立法跟台湾什么关系？那其实是有着很大的关系，所以你可能会很细。再来可能会想针对比如说台湾旅行法它属于国际参与的这个类别，那很多媒体想问到台美之间的互动会讲到很多是关于军售类别，那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两个类别也就是国际参与以及那个军售的部分的这个类别，我们去把它拉出一个比较。那从过去的美国国会比如说第96届到115届，它所累积的国际参与的法案其实是远高于军售类别的这个相关法案。那一样的资料我们也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去做一个解读，我们可以依照不同的届数去看每一届它所提出国际参与的法案是蓝色的，然后军售相关的法案是黄色的，可以发现其实蓝色在几乎每一届的国会被提出来的国际参与是远多于黄色的军售法。那除了台湾在台湾的朋友以外，还有很多在美国关心台湾事务的朋友，那其实我们在这边去做了很多分享，在美国做过机场的分享，关于我们在做的这个专案。那他们给我们的很多回馈是他们想要知道他们自己的家乡，他们自己的议员到底是不是支持台湾。那我们在这边其实就是帮助你快速的知道说 OK 假如你是刚刚的 Steve Shepard， 那你曾经提案过台湾相关的法案有10个，那你支持过台湾共同联署过台湾相关的法案有67个，那你最后一次表态支持台湾这个法案是哪一个法案，以及时间点是什么时候。那你就可以再点进去去看到更多关于这个议员的资料。OK， 这边可以去看到他更多详细的资料。那这边就可以看到他的比如说他电话以及他在美国国会山中的联络方式。还有一个重点是可以知道他现在在哪些委员会担任什么组织，因为这可能会影响他可以做的一些事情，还有他的影响力这样。那除了关心自己的家乡的不是自己家乡，我说自己所属的那个州的议员在支持台湾的法案相关的程度以外，你也可以透过这边去看到其他地区支持台湾的这些议员他们分布状况是如何。OK， 那这边的话，其实我们就是把左边是主要提案出来的，那右边是那个
去做一个它地理位置的地理位置分布的整理。那这边可以看到蓝色由浅到深，那蓝色越深的代表这个提案台湾提案过或者是联署过台湾相关法案的议员，蓝色越深的就代表是越多。那可以发现，其实在加州，然后还有德州跟北达州，还有纽约跟纽泽西，这些州的议员是相对的支持台湾的法，台湾相关法案的议员是最多的。那我们整理这个美国国会相关的一些资讯，是希望可以帮助更多就是台湾的朋友，还有在美国关心台湾事务的朋友，然后可以知道美国国会他们到底是如何理解跟看待我们台湾相关议题。那这边是我们曾经做过的一些事情，然后我们的地沟以及我们曾经做过分类的法案已经到1091个，然后我们看过12000多个的议员的资料，然后我们去整合了其他三个国会资料的一些网站资讯，然后我们在美国也做了几场的这个分享跟演讲。那如果有兴趣的话，欢迎在 Facebook 搜寻台湾 Watch， 那欢迎加入我们，谢谢。是啊，这个他们大部分的这个成员都在美国，然后奖助金全部的这个每一个专案都是强迫要开源。然后这个说去里面的这个奖助金就要开源，所以每一个专案像刚Open 集团是开放 API， 然后前面的也是软体硬体都有开源。那奖助金只是第一步，就是500000，其实很多人一起做一个专案的话，其实真的只能有一个起头。好，所以像这个美国国会观测站，他们后续跟美国的这个 NGO 叫做 Global Taiwan Institute 也会继续合作，他们会投注之后的资金，然后再往下一步，因为这个算是一个 prototype， 那我们会希望说不只是开发哈、宣传，其他都会再往下一步。那也是因为有这个开源社群的力量，让开源再可以继续再开放往下走。好，那好，哇，就是我们接下来未来的进一步的规划，我们会跟ACT American Citizen for Taiwan， 然后去做进一步的整合，然后它是我们接下来主要的战术。那会在这个11月、12月，也就年底前，我们会去整理更多因为美国议员会国会是2年一届，会去做一次改选，我们会做一个美国国会议员的一个投票指南，然后跟 ACT 做一个紧密的合作。我讲错了 ACT 哦，好。那我们现场今天竹围工作室的创办人肖老师有到现场，我们跟他致意一下吧，肖老师。谢谢他有提供这个开创了这样子一个空间，维持23年，真的很不容易。那个距离大概走了6年哦，就是一直有想要很多新的事情来做，所以谢谢肖老师。是。G0V Hub 就是 G0V 的专案中心。为什么要做 G0V Hub 呢？因为 G0V 这样子黑客松一直办，办了34次，然后每一次都大概有100多人，现在累积了有人统计过，大概有500次提案，然后超过250人次的坑组，就是有那么多人，有250个人提过案，所以有很多专案是可能继续做下去，有些就是断头了。那有些断头，但是这些东西是开源，是不是有可能再把它接回来做？那媒合就变得很重要。那之前呢，媒合的工作常常是有一个苦主在做，就是在下我。有人说我是会行走的 G0V Hub， 但是我后来生了2个小孩。今天如果有人一直听到一个小孩在叫妈妈嘞妈妈嘞，那就是我的小孩。我做了妈妈之后，那个行走的 G0V Hub 这个功能比较缓慢了，好，所以开始那个 G0V 的基础建设松，我们有一个小松持续在做，那也鼓励大家来把这个社群开放，怎么样很多人开放的协作，然后把成果还可以累积下去，让更多乘以 N 次。
这个投影片还没有好的话，我要再继续讲下去吗？谁的投影片？卡西。哦，所以我们之前其实有做过大概五个版本、六个版本的专案中心，全部断尾，因为没有一个很完整，然后持续的开发的一个蓝图，然后一直做下去。所以呢，我们也很期待说，奖助金可以支持居民社群本身的建立。哦，那怎么样建立？我们通常要用工具来做媒合。好，哦，那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个是找不到那个吗？那个主持人本人要到后面去看一下，你们自己玩一下哈。好，据说好了，大家有发现这个投影幕是从后面打的。哦，这个投影幕其实是某个艺术家的艺术品，然后他后来不要了，放在这边，所以就是他觉得这个赛不太好用。啊，有人在玩哎，好了，卡西来吧。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卡西。那我的案子是居民专案中心叶佩拿的 Gavio Hub 这样子。那我的初衷就是啊，就是2013年跟2014年参与居民专案的时候啊，就是让我学到很多，带给我很多回忆，不只是技术上的，还有就是跟社群相处上面的。但是很多我印象的专案，他们不见得有继续维护。然后有些专案开了坑以后也没有继续下去，所以我希望能整理这些专案，让更多人来跳坑啊。那也许就是多一点脉络，会更多人想要回顾这个专案这样子。那我希望将整理资料的工具看成整理资料人的延伸啊。而且本来是希望就是以那个贡献者的社群动态为中心，将那个贡献者在各处的活动呈现在独立的仪表板上。那也试过在线上访问专案。那开发过程中就很感谢纠中堂给了很多建议，那考量到个人能力有限，所以修正装方向以后就以那个居民的档案为主，然后标记外部资料为主。那居民一点非常是什么呢？居民一点非常它就是一个以前啊科比跟学林啊他们在那个在介绍那个，就是在整理跟一个专案有关的资讯的时候，定出来的一个档案格式。那这次我做的事情，就是第一个是先把 GPT 点非常升级到2.0的版本。那升级了以后啊，这个 GPT 点非常不但可以更好的描述那个专案的产出，然后它也提供更多检查功能，现在可以用那个检查那个非常 schema 的工具来，就是自动帮我们检查。那再来就是要把这些专案的那个资料汇整起来啊，因为本来在 GPT 点分享里面有说，就是这些专案可能是属于某一个大的专案群组的，那我们现在把这些专案群组整理出来，那整理出来以后呈现起来大概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国会找台机它有五个子专案啊，然后贡献者都整理到同一个那个网页上，然后我们整理出来的结果就是右上角还有分享的 API 可以用。那未来就通常改版以后，如果有需要任何资料的话，就是可以从这边攻击，然后进一步再把主轴都转换到新的就通网上面去这样。那整理出来的结果大概这样，可以看到说，像在专案成果这边前面就可以知道说，它是网站啊，或者是它是 App 啊，或者是它是 Trust 啊，就这样。那最后一步就是我正在做的事情，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很多专案，但是我们也有很多就是跟专案有关讨论的内容，那他们展现在聊天记录或者是各式各样的文件里面。那就是我们还做了一个就是整理那个聊天记录的工具，那可以把每一句话标上跟不同专案相关的 tag 这样子。那现在目前就是整理出来就是距离点非常的部分格式正确的16笔，那待修正的是全部大概有430笔。那已标件的聊天记录有1684G，可是总共还有29万笔，就是等待我跟就是有兴趣的朋友一起整理下去。那最后就是欢迎大家可以到 amd.gmi.tw 上面看看这次专案整理的成果，谢谢各位。好，那个4月14号有 GPT 的基础建设中，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不只是这个专案相关的，就是如果你是新手，然后发现新手的文件
非常的多，是想整理的话，也欢迎四月十四号来报名，那可以到后勤中心社团来关心那个最新的消息哦。好，我们下一组是德国朋友哦，他来台湾两年了，那他在德国的时候就有在关注这个圣食的议题，那圣食的议题到台湾来之后发现好像还可以继续关注，所以他身为一个 food saver 习食者，他就来提案哦。那他跟德国的团队 food saving 团队哦合作，所以也建立了一些机制。那我们现在欢迎 Stefan。喂，好，大家好，我是 food sharing 的创办人Stefan。在德国我很喜欢去商店的垃圾桶里面看那边还有食物还可以吃，不是我们就去商店拿他们卖不完的东西，所以比方说这个是就是一个晚上的食物，所以你们看到有所以为什么你们大概已经知道我们世界上浪费很多食物，其实我们浪费1/3的食物，在台湾我们每天浪费的食物能填满70吨一厘米，所以2012年在德国开设一个网站叫 foodsharing.de， 所以里面有一个地图，那边职工可以看到那边有商店卖不完食物，所以他们就可以参加去那边拿他们的食物，就是这样。OK， 所以现在。他们在德国有4家的商店，还有一共有35000多职工，所以差不多每个蛮大的城市现在要做那个负责人。对，所以2016年的时候我来台湾。我觉得如果在德国我们可以做这个台湾大概也可以，所以我就开始做一个合约跟这个 ID card， 这个是台湾的，这个是我在德国用的，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去拿面包，跟这个跟德国面包店，我们在跟他们合作，每天拿他们买不完的面包。所以一共有3方合作，第一个就是那个商店 provider， 第二个就是职工，我们叫 food saver， 第三个就是所有的人，跟所以 food saver 他们拿面包的时候，他们就跟大家可以分享。所以我第一次我2016年的时候已经。第一次去那个G0V 的summit， 就看那他们哪里可以帮忙。所以去年我参加那个prototype grant， 所以我们那时候需要第一个是一个网站，第二个因为那时候在台湾我们没有那个德国人用的那个网站，所以我们那时候用 Facebook 跟Google Spreadsheet，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 foodsaving.world， 我们的想法是也用一个网上有很多语言，所以大家都可以用，因为以前给你们看的那个网上都是用德文，所以另外的国家没办法用，但是现在有蛮多国家他们都觉得
互相的想法很好，所以他们也想用，但是到现在用的都是用德文，所以我们就跟那个 foodsaving.world 一起develop 我们现在自己用的网站，我们自己用的 software。Carrot.world 不是在台湾，我们现在用的是 app.foodsharing.tw。所以到现在在台湾，我们拿差不多2000公斤的食物。我们现在有两个合作的商店，我们差不多有40职工。我们也有一个Facebook page。我们也有分享冰箱，所以大家都可以用跟别人分享他们拿的食物。我们也有活动，所以到现在我们已经上过报纸、电影、电视还有radio， 所以看起来在台湾有很多人对这个有兴趣。好，所以还有我们的future plan。今年已经是我们 two year anniversary， 所以我们当然希望 还可以到新的商店，就是更多职工，还有另外的活动，我们也要进步我们现在用的 software， 因为我觉得还可以进步，所以如果你们对这个有兴趣，你们今天可以找我们，或者你们就可以去我们的 Facebook 或是我们的网站。大家好，我是那个复兴人团队的成员。然后我补充说明一下，就是其实我们从今年开始，我们已经有开启了新一批，就是比较正式规模的招募。那就像刚刚前面提到的，其实有三方，就是有店家，然后志工。那我们其实是中间的媒合者，就是媒合我们的志工跟店家。然后在我们今年，其实我们已经有另外跟其他家的店家，就是成功的签下新的合约。然后同时我们也招募了，我们总共有大概60位的申请者，那我们收了20位的志工。那我们现在这个 model 都在持续进行当中。那只是说随着我们继续往下做，我们会发现的这个 model 可能不如就当初看到的这么简单，因为我们希望它达成的是一个有规模化的经济，所以我们需要就是更多的店家。那一旦有更多的店家，我们就会需要更多的志工。那到底怎么样去取得这个店家跟志工这之间的平衡呢？我们目前是想要用一个社区化的概念去推展，就我们希望我们可以结合就是每一个社区当地的店家跟当地的志工。那但是这是代表说这个前提下呢，我们可能需要有来自各个不同社区的参与者，然后跟着我们一起去找寻这些店家。因为过往可能是由我们核心的志工去找店家，但是我们经过有一些地区上的局限，它是没有办法做一个在地化跟规模化上面的扩张。那所以因此呢，我们现在其实可能更需要的不是只是拿志工的拿食物的志工，我们更需要的是可能可以从大家各自所在的社区出发，然后可能跟我们推荐你们觉得有具备这样子精神的店家，那同时你们可能愿意跟我们一起去耕耘这样子的店家，那我们觉得我们才有办法让这个概念呢更加规模化的去扩张跟成长。那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得承认就是这个刚刚提到那个 Carol 或者是我们的一个平台，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因为我们在上面是媒合了我们志工跟店家之间的合作模式。那当然这个媒介怎么样去 improve 呢，其实我们可能也很需要就是这边所谓的 Carol 或是 developer 的帮忙。那我们等一下的那个就是 table 会在那边，那其实我们很需要大家各方的想法，让我们可以怎么样 scale up， 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刚好在一个 turning point， 就是我们差不多做出了一个 prototype， 我们也已经有成功试运行的点，但我们希望让它可以更规模化的成长，那当中可能会需要更多就是各方的同好，或者是就是有这方面经验的人一起加入我们这样。好，谢谢大家。谢谢。那个其实开源社群常常在办会哦，然后都是上百人、上千人的会，是不是各常务组可以跟他们分享看？每一次都会胜时，对不对？好、哦，然后也有这个会议旺季，哦，好像各常务组可能今天所有人都在，相关人等都在现场。好、哦，那我们今天那个成果发表，每一组都有一个 table， 每都在旁边桌子哦，所以如果其实七分钟很短，八分钟很短，那如果有兴趣可以继续交流。那我们最后这一组呢，他们上一次第一届拿了第一届奖助金，第二次又来了。
龟兔赛跑都是乌龟赢，然后这组是阿龟，阿龟就是 agriculture， 他们第一次是做这个农业的物联网田间探田间感测器哦，好、哦，然后这一次呢是做阿龟制记录农物哦，那我们话不多说，就请这个校来给我们讲他们这半年充斥了什么，好像很多痛苦的事情。那个早上好哈，我们在阿波团队，我是小。那今天很谢谢大家过来。那首先真的要非常感谢 GB Grey。那我先说声谢谢，谢谢。对，那我们在阿波是什么？好，先介绍阿波团队哈。基本上有很多痛苦的事情，是因为这些事情，刚刚想说阿波是一个体验记录的 APP， 想说简单拍照记录就好了。结果除了按照发现要做的事情其实更多，但是我们从来都是单单一角，但是后来为了讨论更多广大盟友的期待，所以发现做了更多事情，当然非常感谢现在软体开发小组的所有工程师们，昨天还在加班赶工修 bug， 持续工作。那特别感谢很多各位朋友的帮忙。好，那讲回来，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那当然，气候变化主要要解决的问题是说，气候暖化变迁造成的农业生产的问题。从今年开始到就是最近三月份，我的感受特别深刻，因为我们协助的农友的状况非常多，包含说要外销一些农作物，本来讲好了要采收，结果因为前阵子还有去年雨下非常多嘛，然后去年非常热，还有就是最近前阵子寒害的关系，还有就是水分过多的关系，所以造成了很多货是没有办法出的，甚至是被国外退货的状况，所以我们基本上会比较聚焦在解决这样的问题。那大家觉得阿龟在体内区好像是一个很小的东西，基本上我们想做的是生态的传承，怎么样把农夫老农的专家知识做不错的话记录给保存下来。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现在的确有很多田间记录工具，那前阵子也有送一批资料叫我来分析，很痛苦，因为东西非常乱哈。好，那我们要做的什么？我们要做的是农业的 ERP 生产管理系统哦。我一直喜欢做的是轻量级的工具，就是刚做到了，你后面只要分析可以用，前面农夫好记，所以都是简单的一样，还是符合当初精神，简单拍照记录的东西。好，那基本上。那大概是这样，大概是这个，因为这边的手机画面比较小，所以等下大家可以到左边方向去看。基本上简单几件事情，在做完前，设备厂前面要做齐做，然后就可以开始做记录跟拍照，还有详细记录的工作。好，那这是农业的部分，农业的部分是什么？后来接着是农夫工程团队，他们都拍照了。到底台湾有多少的作物跟品种是台湾的农民在用的？好，这件事情我以为，没有这么容易，应该我整理好了很棒的资料，再来看超乱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各自都要分析一块，再来都是用以言传言的，比方说我这一块可能大湖农会草莓种什么，然后可能其他地方是种什么，它是一个散乱的资讯。那我们花很多时间是在做就是所有作物跟品种的作物清单。这个在 GitHub 上找可以找得到哈，但是在我大概两年前，我就想做这件事情了。我开始跑去农会地下的图书馆借了一堆书，农业百科大全，就开始想编修。因为这样失败，慢慢的发现这件事情太复杂了。农业的大分类就十一种，这个药材也是属于农业范畴，怎么把所有专业品种出来，到现在还是有困难的状态。所以我在想说，能不能把这边开放出来，让有需求的人跟使用者、开发者共同来编辑这样的东西。好，那当然，就是现在资源的600种，其中我们大概做到100种品种作物清单，其中我们大概增加到600种，但这件事情还没有编修完。好，那再来讲的话，就是农业工作很多嘛，我们大概相当于大概小于10种农务工作方式。然后呢，以前农业工作方式是在农夫自己填，但我发现说这些农业机械工具要的100多项。你要选，一直选。那我现在分为到40多种，然后可以根据不同的农业工作方式
去推荐给他，就是你这个专业才会做的农务工作。然后目前来讲的话，因为还在初始阶段，所以我只针对我们的规整农农，然后我做开放咨询。那目前大概有60多人在等，所以先跟各位农友说声抱歉，我们昨天还在 debug， 所以请大家再多给我们一点时间。好，那后来我们是做农业清单，对，然后是有三种版本，这当然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目前大概编订了1500多种的病虫害清单，那它的范围可以找得到哈。还有400多种的农药资料，3000多种的肥料资料，现在网络上存在了3-4种版本，然后在 Open Data 官方民间都有，然后还都不一样。好，那农业资料的话，我们把它区分成3种，农业就是平常田里面工作的方式，病虫害这种病虫害，那这个会对应到你的作物跟农你的病虫害清单哦，然后说到你就是3000多种选到死，那是很痛苦的事情。然后我们就信号机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时候吹花，但信号机都去记。好，所以大概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记。然后来讲的话，简单的大概说，我们会让你说先选择农业工作项目再拍照，然后你就可以存了。但是你先把所有东西都填完才能够做工作。那你如果真的想要像我们去年合作的玉米农夫，他在记录的时候，他全记，那我们还可以帮你做就是生产成本的计算，那最后其实是赔钱的。然后去年那个玉米的病虫害状况太糟糕了。那基本上还是比较多可在视觉化设计，所以基本上我们都在八楼开发做了非常多种巧思在里面，然后以及说让你从种植到采收全部的过程，用这样子的记录条状的方式去记录。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去下了，就是你拍完照之后，做了田野记录之后，你可以下到Facebook 上面去说，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做什么动作。那那样子我就比较实用了，因为最近我都收到农友拍来的照片说，问我这是什么病。然后我是学资讯科学的，不是学植病的，所以我当然拿照片去问植病解说。那当然来讲到，有没有可能把拍照上那些栽培联盟的社团去问？因为我最近看很多跟栽培联盟相关的。专业人基本上很多都是专家，他一看到照片就可以跟你讲这是什么病的，所以这都有蛮好用的功能。那再来就是说，把我们范围算好之后，经纬度跟你的地址会去对应到官方在地的气候资料，那这个是可以直接去看到现在的温度、湿度跟降量相关的资料。那你如果觉得不够准的话，可以再来找我们维修的方案，我们还可以再帮你做生产管理的部分。那最大的在这里，我去年从高雄田里回来的时候，我发现高雄那边的状况是田里面没有网络，但是这件事情其实是台湾中南部农田大部分的通病，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在做资讯业可能觉得网络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是田里面经常没有网络状态的时候，我们花了时间说你可以跨不同的装置，然后在田里面的时候可以做单机版的记录，回来资料可以自动上传，所以这个事情搞了3个月。对，刚刚就解决这件事情，所以大概这个东西我们大概解决差不多了。登上来之后，就算你的田里面没有网络，你一样可以做田间记录。好，等一下，好，再来就是开放资料。那基本上如果我们没有登开放资料的话，这些资料我们就会放出来。那如果没有不愿意的话，我们也不会强迫。因为开放资料基本上我想还是在所谓自主性的管理，但是这些资料是属于农友的，所以我没有做这样管理上面的选择。好，那因为我们现在会开始展开为期3个月的工作阶段，如果大家想要抢先体验试用的话，可以到手边仓库去做登记。那这些基本上在感恩居民币，所以都是免费的，大家就可以把东西登记完，然后下载回去开始做田间管理跟记录的部分。好，那我这个以农夫先头出发的一个团队了，所以我们会比较深刻，就是在于说去探寻农友到底会需要什么，然后再去做相对应的发展。好，然后我就要想说的是，非常感谢我们是拿了奖金，非常感谢 GDP 跟社群大力的帮忙。那去年底的时候，有很多农业的朋友、农夫跟一些前辈有过来去我认真思考商业模式这个部分。那在农业科技上是比较难的，所以今年我们会靠我们自己。
商业模式，用比较是公司服务的方式，让整件事情长久经营下去。那我觉得这样子才有办法回应农夫的期待。那我一直想做的是做农夫可以用的工具，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会继续做下去。谢谢。那刚好像已经有使用者跟我反映说，要补充一点，这个 app 哈，你在阳台种菠菜也可以用，是吗？对对对，好，太好。然后刚刚提到那个开放资料，对不对？民间的资料当然要尽量开放。好，那政府的资料，那现场 AU 那个唐凤政委在这边，要政府也要继续努力。好，最近是要做这个黑客松哦，那有兴趣的话，他也在现场哦，可以问他。好，那政府的资料继续做，那公民科技跟政府接轨，好像在这几年也有一些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好，那现场。我想在开放社群都蛮开放讨论，对不对？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 uncount 自己一轨到旁边讨论，哦，或者是开大一点讨论。那民间要做这公民科技讲不清，其实是非常辛苦哈，哦。我们周中团每天每个礼拜两天要开会，哦，然后呢还要跟这个合作伙伴讨论很多很多事情。那一路从一开始就支持我们的这个愿景工程 UDN。哦，他也给我们很，这边也给我们团队，给我们这个团队很多很多的想法意见，然后都非常的具体。那也看到我们一路这样摸索过来，的确是摸索哦，摸索到这一次我们第三届是刚刚3月2号的时候才选出来，有一些 AI 的题目，然后有一些关于劳工的题目哦，那都是一些创新的，然后也有跟 NGO 一些一些连结。好，那我们现在先请这个愿景工程，这个联合报新愿景工程的策略长何正中先生来跟我们谈一下，他这个一路看我们一年多走下来的这个路，他真的每一次活动都很早到哈，然后都全程的听每一个专案，我们听一下他的想法。谢谢两位，谢谢主办单位，因为我知道，因为大家都回到烤肉箱了，中午了，其实。肚子都很热了，也没准备要讲很多话，可是真的我看到这么多年轻朋友提出这么多这么棒用科技方式去解决任何问题的方案，我实在是蛮感动的，看了几届这些包罗万象，就是你看从监督政治，监督企业，解决农业的问题，各式各样的问题都可以用这样子的科技方式，这些行动方案去具体提出来，而且它真的是可行的。其实这就跟我们愿景工程其实在做的事情，其实这个利益是一致的。联合报是个老招牌，我们其实是66周年了，但是我们一直有个新脑袋，就是6年前就创立了这个愿景工程啊，就是为什么会参与这样子的赞助的原因。我们就是希望说能够透过一些实际的参与，过去媒体只是报道新闻，可是我们希望能够改变这个社会，所以我们很高兴 GDP 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可以参与作为一个赞助单位。我们只是出一小小的钱，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年轻朋友们用他们的科技，用他们的行动方案来改变我们的这些社会。所以我们这几年有两大工作重点，一个就是跟社企流的合作，用社会企业它也是在改变我们的一些社会的一些方案，一个具体能够可行。然后我们公民科技也是一样，用科技的方式能够更方便的去解决我们现在面对的一些问题。我们希望这些合作能够可长可久。我顺便预告一下，其实我们在明天就有我们今年做的第一套专题，我们叫做世代共好。世代共好的意思其实就是世代共荣。我们知道台湾存在很多世代间的一些误解跟一些误会啊，其实我们应该更互相的理解。那我们希望从这边跨出第一步、第二步，其实我们已经走了很多年了。我们就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世代合作，联合报是一个老招牌，愿景工程是一个新的招牌。那 GDP 是做了非常多年，有非常多的成绩。那我们今天在座的有前政务委员蔡律师，有现任政务委员唐凤。我们其实大家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我们的目标都一致，我们希望这个目标能够
再次今年度的赞助合作伙伴中华电信愿景工程悠游卡，然后还有这个新创的 AppWorks， 然后当然最后还有就是我们开放文化基金会的所有的支持哦，基础建设所有的支持。好，那我们现在要准备做什么？吃山猪，烤山猪，但是我们有准备素食，那个素食要可能要自己有牌子吧，有找一下。好，然后简单的那个资讯介绍，厕所在出去这边哦，然后厨余要回收，好像还有一个袋子，拿杯子的袋子可以拿着。好，然后那个还有什么？刚刚有被交代要讲一下，厨余这个是装杯子的套子，那每个人可以拿一个。好，然后还有重点。那个开源社群一定有闪电奖，所以那个闪电奖的报名牌子在正后方，哦，有一个大的牌子。如果有要报名闪电奖，请赶快去报。那下午2点，请回来这边有这个 OCS， 就是开放文化基金会的成果发表。一年度，去年度非常多事情发生，哈，所以请大家回来关注一下开放文化基金会的成果。好，那我们就吃饭了，开动。